到我台湾护照耶！标题要说啊，台湾宜人美女安妮。主办单位好像是因为看到我女外科的演出，在我在里面有唱歌吗？那我自己其实本来是没有在唱歌的人，又觉得这个挑战跟邀约非常有趣，然后就很勇敢的接下了，现在很皮皮刷。会跳舞吗？现在的体力还没有办法。目标是希望可以边唱边跳，我自己讲的都觉得很想啦，但是现实跟理想总是有一段很长的距离。我努力，我努力。你刚接到这个邀约吓到吗？对啊，很害怕哎。但公司人说啊，很多大咖哎，很多韩星，然后我就觉得哦，很心动。真的是从零开始，刚开始听到自己的声音的时候就很可怕，唱歌就不是我强项。我常常讲话都会觉得有点迟疑，就是我的发声的方式不对，所以我都用喉咙发声，然后我唱歌就很辛苦。老师有教我怎么正确的发声，我的经纪人有在帮我熬中药啊，或是喝杨桃汁保养喉咙，因为刚开始真的蛮伤喉咙，在还没有找到正确发音的时候，就一直觉得喉咙很痛，然后就没有办法去看医生，医生说我得咽喉炎。因为我喉咙发炎了啦，是因为练唱吗？因为喉咙发炎是有多笨。我今天还有一个很大的消息想跟大家分享。啊，我拿到我台湾护照耶！真的好开心啊，因为这件事情我等好久啊。那也可以说安妮是外国艺人，好不好？标题要说啊，台湾艺人美女安妮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。心肝美女安妮，谢谢。很会跳舞的心肝美女安妮，差不多。性感帅气，安妮来台湾几年了？来台湾13年。使用过了吗？有过啊，我出国的时候去泰国，然后我用台湾护照，我觉得好帅啊。然后我一直很紧张啊，就是觉得他们会不会问我什么问题啊？完全没有。回台湾的时候，他们说欢迎回家，就好感动哦。现在是放松过吗？对，我现在俄罗斯跟台湾。其实办台湾护照不是为了旅游，因为我用俄罗斯的护照也可以去旅游。我申请台湾的护照就是为了可以做多一点公益啊。申请那边花很久。大概不到六个月，不到6个月就可以拿到。然后悉尼出的那个悉尼护照，师傅说他们那边超好的，他们真的超帮助我的。公证事务所要顺便结婚吗？顺便结婚，然后拿护照也顺便结婚，太帅了吧！我这么漂亮的女孩，不会怎么着急结婚？